瞬即着飘，时空里任意飘摇，解释慢慢被揭晓，我仿佛真的看到手臂的指示上被资料下的记号，那个爱过的人能在今生把我找到，轮回太奇妙，有些故事不会老。欢迎光临我的独占神话，千年之前我是那个他，当时和爱的男人最后快乐吗？这是属于我的独占神话，何必在乎他的真或假，心里的时光机器轻出发，让画面倒转吧。下的记号，那个爱过的人能在今生把我找到，轮回太奇妙，有些故事不会老。欢迎光临我的独占神话，千年之前我是那个